千万按了两千六两千。你是用2500才多100，你可以再拉400就可以凑，再把另外一个寄生你了，还是用2600你看。有没有给他按了的哥哥姐姐们？对，我还差400。三千。哇，感谢我北哥。直接全部。天哪，北哥，感谢我北哥。要么你不领那么多寄生零，没水。我要领了，我先领的了呀。糟了，两个鸡腿跟两个鸡翅全被现眼包。感谢我北哥。熊二哥，帮帮忙，兄弟们走走堂。欢迎熊二哥。有没有给他按了的哥哥姐姐们？三千，谢谢帮。三千票。10、9、8。感谢我北哥。7、6。这是最恩的几个菜的吗？对，这是最恩的几个菜。因为谢谢指引者哥。一个鸡只有两个头，两个翅膀。两个腿两个翅膀全变成他这个机子就这么大，我这个领的都没多少了，说实话。3、2、3打三千票的嘛。1，感谢我伟哥。有没有按的哥哥姐姐们？零十吧，感谢我北哥。三，哎呀，还有活肉，两个鸡翅，两个鸡翅，这个、还有两块，这个也是活肉，还有两个腿跟肉。这个就是那个大腿，那个不是鸡腿下面的上面那一个，就鸡腿它不是七吗？那上头那节肉还有。这一块了是吧？反正还有也一块，这里还有一块，两边的嘛。剩下的都是鸡架了，剩下的全是鸡架了。这个全，你看嘛，这个全是瘦肉，看嘛。哎呀，这真的是，感谢北哥。行行吧，吃饱了。怪不得嫌我喉咙不用的，不需要用。这种巴掌啊，我也想吃一块，就是。感谢北哥，帮帮忙，兄弟们。指引者哥可以，大哥，领500票了。哎呀，感谢我北哥，哥给谁了？没错，大哥是不是让你把屎？你不要抢我屎！感谢北哥，谢谢我北哥，快快快，等一声，谢谢我北哥。有没有给他？这两块你不是我大腿肉噻？是的，这些都这么小啊！我哥把大腿肉割下来一些，快快快！九，有没有给他按了呢，兄弟们？八，谢谢北哥呀，太好了！还有一块这里。北哥，前天你没在，我打 PK 把狗哥打哭了，嗷嗷哭。对，挨了1500下。十，哭呀，脸给他打破了，给他弹了气球弹他脸，他死。哭呀！对，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狗哭。大哥，我有视频。有有。3、3，使劲哭啊！当场把打完了之后，把直播一关，就跟我吵架一样，说我不给他放水，说我下死手。还在急？一，我不想。我给大哥说一下，不行吗？
啊。谢谢北哥，感谢北哥。刷多少钱才什么意思哥？开什么？感谢北哥。怎么个事儿哥？先给大哥卡个麻将，闻一下，卡个麻将，怎么个事儿？姐，你刷，我看你打字打不出来玩。刷、啊、怎么谢谢怎么弄？鸡腿是五百片领一个。嗯。啊，我刚刚鸡腿肉是五百片领一个，谢谢猫。那七点三十七了这个。嗯。我们要有票才能吃，就是有这个有大哥让我们吃我们才吃。来吃呀，来真有来，欢迎帅无止境哥，吃点车吧。要拍到了要吃全部刷多少？现在的话哥姐，现在如果全部就是我一个人吃是吧？给我吗？给一个人吃的话，现在的话差不多，姐给包子吗？不带这个的话，估计三天就能全部。对，不带这个水果拼盘，三千票能吃完。哎，带水果拼盘要四千票。哎，表哥，就是再刷三千票，就一个人吃了。应该不止吧？那么多。差不多。你把最贵的、最好的都领了。好的都没了，全是鸡架。全包的吗？还有两块，剩两块肉，其他的没有了，没有什么好肉了。吃得完，姐。吃得完，怎么又吃不完呢？我都吃得完，吃不完退票。我领了两个鸡腿，两个鸡翅，我还是一样吃得完。吃得完，吃得完，一点不剩，一点不剩。嗯，吃得完，我还可以吃，就是说我吃不完的话，吃完了还可以再加碗饭。对，我还可以加碗饭。说实话，吃得完都吃得完，饿惨了。我们可能吃了。一般我们晚上这个就是差不多只够一个人吃，我们晚饭。但是说实话，一点也不省，希望也有点困难的啊。我跟你说，这样说吧，汤都喝掉啊，我汤都能喝掉。谢谢猫说的汤都能，我也能喝掉，哥。来吧，我汤都能喝完，我也能把汤喝完。我给现场表演，我也来了，都能把汤喝完。妈的，因为今天这个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哥，你给我领了呗，来北哥，感谢我北哥。感谢北哥，我要谢谢北哥，还加泡用汤泡饭是吧？啊、哦，我都来得好，是不是时间到了？时间到了。切洋葱，洋片。啊，时间到了，我也早说嘛。切洋葱啊。是的，如果带这个水果拼盘。带水果四千票，不带只吃肉三千票啊。啊，嗯。只是这个里面的就是三千，这样子有三千，这样一起的话就是。这是一只鸡，是美女还是帅哥？能不能让包子吃？我叫现眼包，我叫谢谢北哥，可以叫我小包子就行。感谢北哥，看大哥怎么说嘛。是哥是要安排，我们就不开 PK 了啊，不安排我们就开 PK。哎，问一下人，对，只是问一下也没事啊，哪个东西很正常啊？问一下，哎，别看小包子瘦，小包子吃这些东西绝对吃得下。大哥担心你吃不完呢，都说都吃得完，没有谁吃不完的。繁华是什么？那一个繁华就够了。繁华是什么？死的嘛哥，那个哥，那你要安排谁吃啊？大哥，姐应该是姐吧？男肯定是哥。那你是安排谁吃啊？应该说的一个繁华的狗，但那个肯定是安排了噻。繁华是什么？一个礼物吗？四千票的礼物的。来来来来，你们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赢了人吃吧？赢了人吃还是输人吃？上次、哎、不管大哥，到时候我们谁输谁赢，大哥不就决定了吗？大哥说了算，无所谓。来，来吧，来石头剪刀布。
鸡。肯定是都有玩零，正常开 PK 开起走，绝对是都有玩零。新来的怎么闹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闹的人，你懂不？你认不到福建的。等会儿跟着三位老爷又来一道噻。来的在吃呗，肯定是给我对的。穿坛子的啊，兄弟们。肯定是大哥来了。你是开玩笑的吗？没有算大哥说换号去了。大哥，我们大嘴都准备好了。来个换号来找咱俩。大哥，我爱吃不？我是最后一名的嘛。帮帮忙，兄弟们，走走帮帮堂，哥哥姐姐们。给我先来10票，我吃点素菜，兄弟们。肯定是开玩笑的。大哥，你是开玩笑的吗？谢谢我北哥。谢谢我北哥。接好运那个人是不是？行不行不管嘛，大哥刷了就吃，没刷就不吃，不就点着嘛，就管大哥了。妈妈走走堂，兄弟们，谢谢我北哥，感谢我北哥。别慌，我听一首那个还没的。好的哥，应该大哥没看完。行。兄弟们帮帮忙，走走帮帮堂好吗？哥哥姐姐们，我们整点欢迎粉丝的来大哥，欢迎大哥。走走吧，咱们吃点蔬菜呀。哥哥姐姐们，走走堂，兄弟们。先包来10票，他你。大哥们，北哥能不能给包点先来个10票？大哥在点兵摸哈，大哥。还有没有大哥帮帮小辈儿先给包？感谢北哥。先给小辈儿来10票，小辈儿先把这个剩的吃了，不是冷掉了，大哥们。你可以放进去加热啊，先包。放进去加一下热，等一下再切。哎，谢毛吃，快吃！大哥，感谢我北哥，不用加热的。欢迎坚持哥。刷谁？随便刷。刷棒棒糖吧，哥。刷棒棒糖就行了。刷棒棒糖或者刷巴掌都行，哥。都可以啊。都行，只要榜长那么多，随便什么牛都。想刷啥就刷啥，哥，只要榜刷那么多就行。哎。只要榜那有400的榜就行，哥。嗯，对。其实我还在想，大哥真刷了，你这个吃完还有点难。哎，我也感觉。感谢我坚持哥，谢谢我坚持哥，感谢坚持哥。等一下，坚持哥是不是我上午的票哦？啊？是不是上午坚持哥给我喊了100票哦？我还上午的。那我还是零票啊。啊。那我重要。感谢我北哥。我一看我就晓得。400走还是别刷走哥？走不要走哥，因为走子会亏。如果说走子亏了，那你那咋整呢，哥？如果刷走子亏了赚的，反正是一刷一的啊。你要是刷一个有400的朋友也可以，大哥。哥，你如果这样亏赚算你的，如果赚了，你刷两个走子涨了400的朋友也行啊。如果说亏了你补上，亏了你补上也行，哥。中低王了，哥。大哥想刷肘子的刷嘛，那你刷400块钱的肘子嘛，也包装铺铺一刷嘛，亏赚。我今天我一个来了是吧？啊，亏赚算我们的嘛，你刷哥，那刷肘子嘛。你刷肘子。刷400块钱的刷多少个？16个。啊、哦。刷16个。赤焰的。刷16个赤焰嘛。刷什么样的肘子？刷16个才25的才也行嘛。欢迎中个帝王团，中帝王嘛，来我们来搏一搏嘛，单车变摩托嘛，来试一下嘛。北哥来了，包总肯定哭吃啊，谢谢北哥，感谢我北哥。北哥，你是不是回老家才回来？还不懂，还不知道人家想这个肉，只吃这个肉。如果说他想喝饮料，这个零饮料，包总不来个桃给饮料吗？包总刚刚把两个鸡腿，今晚上是营养快餐，谢谢北哥。这是低卡的啊，知道吗？先帮我破破零票，关系哥，可以吗，大哥？
等会儿要吃两片洋葱，冠希哥。感谢我冠希哥。龙头巴掌破个蛋呐！谢谢我冠希哥，感谢我冠希哥。给我破个蛋呐，兄弟们！感谢我冠希哥。到了，要吃两个洋葱了。谢谢我冠希哥。谢谢鱼妹儿，我再来一个。再来一票，兄弟们。狗哥也就一瓶。一个棒棒糖。哎呦，哎呦。哇！感谢飞哥。感谢飞哥。一样的，来嘛，十块钱的包。大哥有多少票？刚刚现包你2000一啊？2000一啊？你还很简单。2300还是2000？2100。谢谢北哥，可以留着。来嘛。来吧，留着，大哥票存着。我就领了3000票。他说刚签嘞，我领了3000票，简直打不过呀。北哥现在我们这是刚签嘞。李子，我啥子？什么3000？大哥有3000。啥子东西？我说北哥，你那儿1000，2002应该是大哥，前面还有2002呗。钢签打他姐，他这样违规，他吃，他输了。我违规？他石头剪刀布，他这样搓。他咋是来个钢签儿？我们那边是这么搓，那个时候你可以这么搓。那我们这边没有石头剪刀布，谁说还玩钢签的？我没有说过还有钢签儿，还有钢签儿。哎，快吃啊！你输了。你筷子滚的，看我吃。我本来是出的是剪刀，哎。那我吃的是帕子，老子把你钢签包。你出的是石头的嘛？老子出的是反甲，给你那个。你这样也是帕子噻？笑草。我是反甲。啊，重新来嘛，重新来。我不给你重新来，你本来你都输了呀。来嘛，不能可以出钢签儿。哎，行吧，还是要出钢签儿，出的还是不的噻。烦死他老是这个事，他以为我还是钢签嘞，我还出钢签嘞，你以为啊？啊，继续啊，酸的，那个肯定是酸坛子，那个大哥。我都看得出来，我这个人，我第六感很准，你看得很准。没事儿啊，让大哥酸一下坛子也要的，给我们活跃一下。谢谢北哥，感谢北哥，给我们感谢北哥，给我们活跃一下直播间气氛也挺好的啊，哎，也不影响嘛。拉个葱。谢谢北哥，中，大哥刚中一个那个耶，帮帮忙，兄弟们，走走堂。见一顿。哥哥差点的就想咱今晚一口就吃了，拉个葱，哥哥。感谢北哥。
感谢北哥。还好大哥说不按我贷款，按我贷款免息。那我贷不到款的呀，来要你们包嘛。北哥给谁包？是我包还是谢眼包包还是我俩吃？可以我俩吃。反正没有他的份儿，反正是两个人包。我们两个吃，你我们俩吃也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俩吃也行的。谢眼包一个人吃有点撑不？我也吃完。包的时候大哥说你两个人包。我俩吃，都是可以的，哎。来吧，那这个不贷款的这人晚上他。他贷了的。谢谢北哥。感谢我伟哥，不让老板吃一口都没吃到了吧？对，前天那个视频看到没有，伟哥？大哥不在群里。哦。该把他打哭的视频。大哥不进群。该把北打狗狗打哭的视频发给北哥看。哪个打哭的视频？你那啥？你真的是搞笑啊！你挨了多少个一千个的吗？就是少说一点，不是等会儿，狗狗发脾气了。谢谢伟哥，等下我们包锅了，我可以发给大哥看。嗯。放狗哥打哭了，发给北哥看吧。大哥，我们也打个微信。没有。狗哥有。有没有给他按了的？狗哥当时就这样。自己当回事儿啊。发什么？我不是因为这个多，知道吗？你真把你自己当回事儿啊？发什么？如果说你放这个的话，你。如果说放这个你再来放的话，到时候你也有理哭的，我就跟你这么说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这有时候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哭，哎，我只是眼泪控制不住的往外流。如果说我不放了，哎呀，你倒计时吧。还觉得这还来这个有什么，还来放来。欢迎鱼妹儿。有没有给他按了的？有没有给他俩按了的兄弟们？他这咬人的！哎呀，北哥，要给我给我先上个厕所了。快倒计时！大哥，我来倒计时嘛，你让的不？一倒计时。我俩包的，他我俩倒不了计时，只有他能。你尿尿就尿噻，往哪儿跑嘛？谢老板不是天天拖，我也没有，我一般上厕都窝着的。老板他故意拖延时间，他去尿尿。大哥，我给讲解一下吧，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，每次有两次还是三次，就是大嘴的票少，但是他先出局，后面就是我把老板给斩杀了，就是最后那种决战，就是那种反正我比他多。本来那天前面就好几次出了好两次意外，也就是有一个大哥刷了票，以为是用小号刷的，以为不认识，就重新打我就输了。最开始我赢了嘛，老板喊的票我就赢了。赢了之后第二把我打的时候又差他几十票，第三的一把又重新降着来打，又打我又赢了。就这种。老板不会了，心态炸了那天老板。真是给他打哭了那天。第一次看狗把狗老板打哭了，嗷嗷哭啊，那不得。快倒计时吧！哎呀，不是说这不是把我打哭的啊，知道吧？那个不是打。请你倒计时，我没有给你打哭。来，有没有给他按了的兄弟们？狗子想咬人啊！狗子要咬人啊！哭哭咬人啊！死！
购买18毫米的是69块钱。你在干嘛？在看别人卖货的。不是这个抖音上，我在这个节目微信怎么点的这个？什么18厘米69块钱哦？不是我卡住了，是不是？微信里面公众号里面去了。九。好几岁？八。七。六。表哥他还不服，他很不服啊，是你说到这个他非常的不服，他都很生气，要不然他不得咬人。啊，欢迎大哥，欢迎我哥，来嘛，欢迎帅哥，欢迎帅哥哥，昨天充了500多块，对，4000票就可以给他按了，哥4000票，大哥他去按他，你不是那天刷的还有存票吗？大哥昨天7700还有啊，这个大哥的知道吧，大哥10000就是存票，你可以直接用了就行了啊，你直接说按了就行了，哥到时候用了你还剩3000，还剩3200的存票。欢迎坚持哥，哈哈哈，你个锤子，谢谢我哥，锤哥感谢大哥，不该嘲讽他，不该嘲讽他的，嘲讽他，开吧，看看喽，都有票，还是先开吧。规矩要要。大哥给我是包了，我们免票。啊？已经现在没票了。那我带嘛，我包嘛，4000票，我贷款。他把大哥要来的东西拿回来。我不是我要带。想吃。非要来这里来嘲讽我。我找不到人了吗？哎。坚持哥。你们还包不？你们俩不包了是吧？大哥没说话呀，我也要票包噻。现在我不是还有1000票额度吗？你们再拿3000票不就包了吗？对，我拿进来，我们两个可以噻。那拿噻，我们现有包有1000额度，拿出来，我们还差3000，我们包了。对，昨天大哥给我的。没有。我们被他按了。上村一次。大哥你不按我，大哥那你给我还点贷款，我咋还没贷都给我还贷款这些事儿了啊、那不好拿，我跟你说什么、不好拿，大哥他3000我们俩包，大哥不给你们俩包，你们都记不到，谢谢我哥，那就是那每个不包，我俩还是乱的，谢谢吗，我俩是一根线上的麻烦呐、你贷嘛狗子啊，我都看一下你贷的到不，我贷肯定没人按噻，知道吗？在贷款这个环节，我已经就是啊。现在狗子贷款欠了贷款，他还不是还不上。我已经通关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。他怎么还不上？他现在也不容易还上，他那天还不是在搞加班，他不再是之前那种秒还的。小帅哥这儿还有2000多票。大哥昨天给你只还了500。还了500，他总共是7300还是7200？7700。7700啊。还有3000，你也放弃走嘛？大哥没有，大哥没够还的。这是你好哥们吧？他怎么不给还？没事儿，就把那个视频，大嘴那个视频我发给大哥看了那个状态。那个是群里，他是二壮哥录的，发到群里的。又录的录，我就发给大哥呀，你不是来嘲讽我吗？嗯。来，我贷款。睫毛把你的1000拿出来，再拿3000给他按贷了。要的，你说是吧？反正我们两个。有没有给狗子按了？差3000，狗子贷款了，让他付票。他付票还要加班的。大哥们，帮帮小宝点儿。出500行不行？太飘了。是吧，帅哥？
给老板打不是我们的东西。啊，我来一个月，我的目的。他最开始矮呀，还哭。男子汉流血不流泪。你就是说，说实话，你做我有好几次找的比他那惨，你不知道做了多少次这种事情呢。他只是说大嘴很牛逼，大嘴不是给老板打哭了，其实是没有比没有啥，不是因为打哭的，你没有啥比不要，哎，没有啥，他牛逼就行了，哎，说实话，你是幸好你是变成个女人了，真的不是男人，哎。情到深处自然流泪。大哥，抱抱小妹儿，小妹儿有1000票的存款，我拿出来按狗哥。坚持哥出500给他按了呀，是不？坚持哥，帮帮包子跟大嘴，下次龙虾包子给你开个好龙，好的笼子我必须留的留给我坚持哥。坚持哥能不能给包子出500？我上次喊你捡的那个十票的那个漏，那绝对是还是捡来的了吧？先给他找点水。他敢去花钱去搞卫生，看我不打他儿子。你的高小啊？北哥是多少？北哥是什么微？北哥没有微，北哥有微哟。隐藏了，你看不到而已。不知道啊，北哥反正有东皇的皮肤。他要敢去刷，我就锤死他。你管得我吗？你这搞笑？你多牛逼！你看我牛不牛逼？这个我还是能做主的。你这个能做主？马上给他妈打电话。坚持哥，不要龙虾，要皮肤啊！坚持哥。啥子龙虾？你哪里的龙虾？小龙虾，下次我要钓个好龙啊！你要钓个好龙，我谢谢你哦。钓个好龙好像没人拍一样。兄弟，他们俩。那你钓个好龙，好像是你一个，我以为你一半夜去给大哥抓点嘞。你给大哥钓个好龙，大哥不拍呀。你钓个好龙，说的你说的人情还是你的啊，真的。说的人情是你的，那你给他送皮肤嘛呀？他不是送皮肤，他是他搞个喂食，大家就可以共享那种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种啊。十，他只要把他只要去搞。大哥们，游戏里面忙给他妈打电话。哎呀，大叔，他爸来了，这是一公公是吧？嗯，嗯，快读秒吧。九，有没有给狗哥按的？有没有，大哥大姐？八，是小弟手啊。七，把狗子给按了。六，他4000票。五，比我跟大嘴吃的要多得多，还有主要是还有这个水，跟那个水果。三。最后给他搞个云养套餐，哎，还差三斤面就安的，还差。欢迎网哥，咦，欢迎网哥，有没有给狗子安的？还差3000给狗子安的，他贷款呢。网哥，能不能支我跟大嘴一手把狗哥给按了，把狗哥贷款按了，还差3000票，我这有我额度，我出1000，我全部出了，我只有1000的额度，还差3000，大哥能不能出？等两分钟嘛，能不能出一点？37，把狗哥给按了的，37，等两分钟嘛。大哥们，能不能集资一手啊？大哥们，100、200、300、500都可以啊！大哥们，主要是他那天哭了，还是大哥们还是有点辛苦。哎呀，五百个头，3件，这不是3件吧？不是3件吧？要是腰就是3件吧？他这个应该不是。3件就叫腰啊？他这个应该不是，因为他有很多。他一般的话，那个有爵位，很大的爵位，他这个才侯爵呀、啊。很大。侯爵不是随便算爵吗？他是团赞助是吧？他应该不是，应该玩游戏。欢迎秦哥哥，欢迎姚哥。
等两分钟。油不油，大哥大姐？哈哈哈。这个应该是三点了。你的贷款我不管，别给我发微信。哎，好的哥。是三点人工资。哦。张总，俺老板一说过，只的一说过，张总。只老板一说过，俺老板一说贷款不？现在差三千，谢猫出一千，还差三千。我把我最后的一点那个额度都拿出来了。三千还有我吃饭都没有，没拿出来。我按他我都拿出来了。按扣老板贷款，他今晚一扣都没事，他要贷款。这个总共四千吧，我这儿全部。好的哥，谢谢哥，哎哥，赶紧给你按一下。大哥不得给他还贷款。好的大哥，我可以。
它不是你们吃完了没有？我都没吃肉，我吃点蔬菜都没肉的。让他算了，没让他切了，都没肉的。哎，那么多呀，我就吃两块，你好有脸点儿是好人是黑我？我这个他哪个有点黑你嘛？他黑的刀子。没光棍啊？没上搞事情。又有光棍。他妈哪里？我没票啊，有票我还不是想给我把你吃好吃的。哎，毛红嘛，五百票给买另一瓶。这个辣嘛，这个肉。我另一瓶啊，我另一瓶，还有另一瓶嘛？哎，给买个一瓶嘛。五百票是吧？来来，我有耳朵，还有五百。哎，莫忘了豆苗，我也按的呀。来吧来吧，你们口干的按的那个是吧？按的不爽没有？简直个给谢毛留来按的不？天嘞，耗子的道路我有口渴，来给我喝个水。我想起来了，好老公，你有没有说给我还贷款？啥子？你不能给我还贷款，是你自己。你记不记得追一个的耳朵没有用完的？还是的。你完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按我呀？不是我，哎呀，按你。我知道。大哥之前，你上次该跟大哥抵掉，你为什么把大哥票留着？你按钩子。大哥现在该有。还有多少？一直都没用。用了，上次用了的，也用了些没用完。对，当时一直换了四天票是吧？但是没用完。按的好像已经2000多，2500。那他到底是多少票吗？10000才他哟。还有1500。啊。哎呀，我等等等等，哎呀。按那是。那只是他跟你。你还有1000票啊？你还领不？我领不到，我用了上个当，上了领不到，上完那2500，天哪！我刚好包裹里的红砖，张总，俺那也给他俺那的。我一直都不要了，我还玩个，我还没拿上，还没说话，跟上次那个吃什么一样。那么正好上午3点多刷了1000票，100块钱的，正好你的额度用了就够了嘛。要不然晚上妈那个100块钱啷搞啊？还要自己贴进去稿子里。那我不用500了，好吧？我才给他500，我都不敢用哦。又来上个羊当，上回那2500也是。本来球球哥还有球球哥那一次，知道吧？你不是暗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算。不是，是追一个，追一个按的，追一个按的。大哥有存票。追一个按的。大哥有存票。我已经都不按了，拿上还没说，他都想起来追一个，哎呀，我都知道是哪回事了，因为。我算了用。就是那天呢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一直都没有用。没用完。嗯，那天你用完了。我算用。明天管着开水的鱼们都不准说，为了节约成本，你们都说是来，明天再领一次，还赖了，兄弟们啊！为了节约成本，明天管着开水在这里、啊。从这儿看得出来，狗哥是真的狗啊！第二首我原来，张总说你再领一首弹的，那我领了吧，来嘛，我再来看一按吧。张总，他现在我有点感觉得你按不起是吗？一直觉得我不说觉得按不起。你必须给他帮我都不帮啊！我必须给你面子啊！那就让你按，来吧，我领了。张总给他按了是不？他都摁嘞。他不是都摁嘞？我哪期都喊的呀，我不都摁。好的，好要的耶。那是翻了。哎，你那个莫喝就后悔，以后把那个弄滚了。你给我吃饭了，我怎么也麻烦大哟？是我吃饭的，外头边那个。我他放下去的时候，然后我正好一喊。他那个一样。张总，俺呢？正好上午3点多刷了1000票，正好谢毛友。喊，看老张吃好了，喊他下来把酒带来，我们喝酒。我问一下，你顺便给我打一碗米饭下来。还喝不？来，能够说我还带。你，来吧，我还带送吧。不，我还不带那个。我加入进来多少？你加入进来嘛，我们又来喝点酒啊！啊，哎，你加一千，1000票都加入进来啊！好兄好弟了啊！我们三个人，我就1000票，我加入进来。1000票都让你加入进来。跟他老丈人，我们继续有那个啥。我们来喝。不多噻，张总，不多噻。1000票让你加入进来啊！我自己1000我都用完了，不多噻。你还是那种矮，行不？拿着按嘛，按吧吧，庄总，够了够了，那不按吧？来，有没有给下一波按了的兄弟们？十，我以为要按。九，不按你就迟到了，再抢个憨憨，你就喝酒了，这1000票还还不起啊、哦？还得起啊！啊，就是你怕啥子？九八七六五四三二
你有没有给他按了的，让他吃不到？我啊，对，我直接花了两千票了，纯票，副票了。哎，刘老，我这个人比较笨，我也比较执着，我说要搞就搞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等两分钟啊，有没有给他按了的一千票，兄弟们？这包爷也付的款，又负债了啊！我天天付吧，哪天没付吧？我天天付，我只要还完，第二天百分之百会付。你是你自己选的？我是自愿的，我每次都是自愿的，我哪里不是自愿的？我都要，我要进来喝点再给爷那个吧，进来喝点啊！啊，那不等嘛，那都不等，那你还是找俺的。注意哥那里还不刚好一千五，按五百还剩一千三。那种。那是的了，那你真的是一样那种。那不才是我说的，说大哥留。千票还。我先问你啊，先，那个不是我说的，是大哥说的。那还只有五百票的。没的，刚按的时候说一千五就完了嘛，最后一千的，你再带都没人按了，要么你就莫带了，辅助他不还。啊，是的。还带一千？他非要进来喝酒哩，他出去乱惹我惹我。还带一千？他非要进来，我操！你让别人存票，这把按了我就不进来了，大哥们。这一下没存票了，追一个的存票。那我把他们的存票用完了，存票个那个、上次追一个按我的话，都花了四千五，加这二千五，这两千，啊，花了四千五按我。上次我带了一个五千，他没按我。哪个领位吧，那个没按。哎，也不够按嘛，主要是他不够那个按呐，明按呐，也差三千五。有十几二手了，你险险保险的旗帜可我有啊？欢迎北，欢迎我北哥，北哥。飞哥包点贷款了，刚刚我跟你不是。给我跟大嘴嘛，那个太想喝点酒，我们被按了，什么情况？他想喝点酒进来，他想进来喝点酒，被那个狗哥他摇了一个大哥进来，把我跟大嘴给按了，按了之后啊，大哥那会儿在呀，哦在呀，在直播间那会儿，现在狗哥就是包锅了嘛，他又贷款包锅了，包锅了之后就是说晚上他跟他在老丈人喝一点，我又贷了两次。他一千票加入进来，加了两次。对，我加入了两次，按了一次，加了一次，他付了两千票去啊。是以前大哥的存票。我爸说洗了澡完了。什么情况现在？我什么情况现在？谁把带追一个票用完了？我带了，我带有带，我带带快带两会儿了。那个带两会儿嘞。第一件有咋的呀？他要一千票加入。张总也给我按了的呀。他是哪次张总按的？然后他又一千票想加入进来。哎，但加入进来那个没一分喽，一千票。你个一进来就没球，我接着。我贴个桃子在那个，我两千票进来的。你按了，你还吃个桃子？你这个乱。他咋按的？按的，一直按的。现在第二轮时候还给个桃子，啷个要给我给个桃子噻？给个桃子。买账还是给坤的？你我花四千万，你花一千票，你还吃我个桃子？这桃子都要五百票啊！哎。现在就是已经加入成功了，是吧？现在还没有，还有没有？第二十了。那上一首是追一个剩的一千票就给按了的，上一首没人按，他大概最后一千存票给他按了，现在还贷款两千，我四千。那现在没人按，现在没加入吃了噻，不倒计时了噻，倒计时过了噻。那台子把木方放那了，要降低了，我们来到后头来了，追就来，把吹了。木头。嗯，高的不好的，我们等会吃不好吃。好，放下。把这个干嘛？我贷款呢，大哥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就是我贷款的是吧？还想加入进来一千块啊？哦，现金包程序还要走是吧？啊，是要走噻。走现金包的程序，你说。给他再按了一手，有没有按了的兄弟们啊？十、九、杯子，直接按了。你个鸡把桃子给还给我，桃子又拿，还回来了。天哪！再加入一手嘛，先往摸嘛。再加一手不得按奈。桃子哥再还给你，再加一手吧啊！再给他一个桃子还给你，再给他一个来滚呐！
你喝了喝了瓶的呀，我都按到按到好几次了。拿来两个桃子，来两个桃子，一个还是一个桃子，你多了。他好够，他反正不给不舍得。妈的，我都。给他一个来嘛。我付了4000，你滚呐。快酷酷哥，给他一个来一个桃子，让他能够起码再加一手。我再来手。你走嘛、啊。我要再来手那个不？桃子给一下。五。那也抢我的，那都不行了。那也喝都喝瓶来的呀。那也前面大哥，我才3000了，大哥。你3000，但是大哥也刷了3000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在搞笑哦？你拿着2-3000票打入进来，我肯定让你喝。我不啊，我要加入。你本子呢？你欠了3000，跟我又没去，我又不少，我的贷款。不要喝他一个来，给他一个来嘛。那你都不，你喝酒了嘛？先投票，有没有给？欢迎酷酷哥，有没有给3000来的？他。加进来的时候，其实东西都是平分。你给他加出来，我们家进来都是东西都是平分。我只喝个奶加个桃子，你喝个奶加个桃子，加个那个，你三个，我两个。他非要给他一个奶。我两是啥子？行嘛，给他一个奶呀、啊。给你，我也比少一个。给你喝，给你喝，哎呀哎呀，你要整奶。加进来，给你喝个奶嘛，哎呀，给你喝个奶啊。哎呀，给他按了500。你给你喝个奶啊，我看你喝得到嘛。他加进来喝个奶，有没有给他按了的兄弟们？我倒计时10，1000票对，九。他再这把给他按了，他再加进来一次，他就是付4000票，跟我票一样。哎，8。他要呼9呼8加一的吗？你欠我什么意思？张的，张总就是给你按的。天、啊，还回来又花嘴这个来。还带不？我不带的。那个带的给两个桃子一个来的呀。我不带的。